因应新冠肺炎防疫十连制指引措施，即日起进入一里分局所辖各分驻所检查队以及各内勤单位需采十连制登记，蔡公民众也请使用手机扫描 QR 扣码写十连制登记表，如果没有带手机的民众要填写纸本资料，请蔡公民众务必配合。因应 COVID-19 防疫十连制措施指引，即日起进入到玉里分局所辖的各分驻派出所侦查队以及各内勤单位需采行十连制来登记，洽公民众请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张贴在各单位大门口闲牌底下写十连制的登记表。昨天才刚实施的新政策啦，主要是为了那个十连制啦。如果手机没有扫描功能的民众，请填写纸本的姓名、联络电话以及身份证字号的相关资料，请洽公的民众要务必的配合，如果无法配合，十连制的作业将无法进入洽公。在疫情延烧的关键时刻，使用电子系统不仅能够避免接触纸笔造成交叉感染的可能，更能够防止可能的破口。记者高双双玉振采访报道。